TVB 台庆在即，但受敌就越来越多。除了早前网友发起在台庆当天熄电视以外，又传因 TVB 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而与英皇闹翻，拒绝派出大牌歌手出席台庆。不过18日，英皇艺人张敬轩出席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活动时，就替公司打破谣言。我不觉得新公司跟 TVB 之间的关系有变化，一直合作都是非常紧密的。当然现在作为电视台来说，他们有自己的歌手，然后把自己的歌手放在一个比较重的位置上，我觉得也是无可非议的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多的揣测。因为我明天晚上会在内地会有商业的演出，所以就暂时不能参加。说到底还是不能参加吗？实在令人怀疑传言的真实性。若无限和英皇真实合作破裂，想必张敬轩的曝光度也会受到影响吧。不会的，因为我接下来会在 TVB 一个大的节目里面担任主持，所以我不觉得这只是一个合作，就真的是 timing 的问题，而我觉得在关系上应该是还是像以前一样非常紧密的合作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